这个男人的握力已经强到变态，只见他双手握拳，然后猛地发力，下一秒，十根手指上的大金戒指就被他轻松崩断。此人正是截拳道第十八代传人孙海王，这是他成为海王七年第一次解除封印，如今手指已经没了束缚，他可以尽情发挥出全部的实力。 孙海王惊呆了，他没想到烈镜想要以握力和他分出胜负。然而，对于一向无所谓的烈海王来说，不知道他的握力和日本黑道打，花山勋的谁更强劲。但很明显，这个装逼男是不如花山的。孙海王被瞬间激怒，可烈海王只是手腕稍微用力，孙海王就吃痛的跪在地上。这种菜鸡根本就不配成为烈海王的对手，更不配拥有和他一样的海王称号。还是回去再练习两年半吧。随后，烈海王一记手刀，就彻底的结束了这场毫无悬念的战斗，胜负已分，烈海王获得了胜利，而孙海王却只能在原地撅个大脸。 比赛结束后，列被郭海皇紧急召到了休息室，一同的还有几位武术协会的长老。郭海皇对前几场战斗的表现十分不满，第一轮七场比赛结束后，只有自己和列两个中国人获得了胜利，简直是对华夏武术的羞辱。随即，郭海皇让几位武术协会的长老伸出他们的惯用手，再看到这一只直逼女人还嫩的手，郭海皇就知道武术的没落和这群废物脱不开干系。 这只不过是对他们小小的惩罚，为了不让海皇的名号流传到外国人的手，郭海皇拍了拍手，叫来了自己108岁时生出的儿子绰号狂兽的郭春成，以及自己的爱徒匈人龙书文，让他们两人和自己重新组建一支中国战队。随后让列海王将新的比赛章程告诉了国外参赛选手，可永次郎听后却是满脸的不屑。谁知列海王却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我的中国联合国军。” 听到这话的众人皆是一惊，可还未等众人反应过来，永次郎就替他们答应下了这场战斗。对于无可匹敌的永次郎来说，就算是一打五，他也没有任何意见。很快，双方参赛选手就在擂台上针锋相对，一场旷世大战即将开始。赛前，永次郎还不忘对郭海皇一顿言语嘲讽，刺耳的嘲笑声回荡着整个竞技场。但永次郎知道中国的武术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，刚刚说的大话也只不过是在吹牛逼而已。然而，为了能够赢下比赛，永次郎还是希望刃牙也能够参加中外对抗赛。虽然刃牙对他恨之入骨，但在对待这场比赛的想法上。 他和永次郎的看法一致，就这样，一只海外联军战队组成。很快到了比赛的时间，永次郎狠狠的一掌拍在奥利巴的背上，奥利巴瞬间充满了斗志。他来到竞技场上，而他本场的对手龙书文早已再次等候多时。看到对手入场，龙书文聚气发力，直接弹起。见此，奥利巴也脱下了自己的衣服，两人的眼神中都透露出浓浓的杀意。当看到奥利巴那比屁股还大的胸肌，比头还粗的手臂时，现场的观众全都一阵惊呼：武术这种招式真的对这种怪物起作用吗？ 可即便如此，龙书文的双手仍旧插在口袋里，甚至都不正眼瞧奥利巴。只见奥利巴缓缓的向龙拱手，随后抬起右臂猛地向龙打去，剧烈的冲击让整个竞技场烟尘四起。可令众人没想到的是，即便脚下的地面被震碎，龙也仅用一只手就挡下了这可怕的一击，而另一只手还插在口袋里。 仅仅一击，龙书文的手刀就打破了奥利巴比钢铁还坚硬的腹肌。奥利巴承认是自己大意，随后他微微一笑，便再次向龙发起攻击。可下一秒，奥利巴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那比钢铁还坚硬的腹肌，竟被龙书文一记手刀直接打穿。 奥利巴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那比钢铁还坚硬的腹肌，竟被龙书文一记手刀直接打穿。奥利巴不服，再次向龙发起猛攻。可结果却被对方踩住了脚趾。紧接着，龙一个腾空飞脚，将奥利巴踢上了天。然后潇洒的把手插进了口袋。这一套连招下来，直接给奥利巴干懵逼了。反观龙书文，却是一脸的淡定。此时，经过两轮的交手，奥利巴也被龙强大的实力所震惊，竟然如此，他也决定不再保留。就在这时，刃牙也来到了场边观战，同时被地表最强父子观战的机会实属。奥利巴再次向龙发起攻击。 不愧是郭海皇的爱徒，实力果然牛逼。此时奥利巴的耳膜已经被打穿，如此猛烈的攻击换做一般人早就凉凉了。可奥利巴却是毛事都没有，只见他将双手插进了口袋，也开始模仿起龙书文的站姿。然而面对奥利巴的挑衅，龙书文却淡定的把手抽出。就在奥利巴以为自己的办法奏效时，龙书文瞬间来到奥利巴的面前。 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大逼斗，看来在装逼这一块还得是你龙叔。随后龙叔文迈开脚步来到奥利巴的面前，如此近的距离贴近奥利巴简直是在找死。奥利巴被瞬间激怒，随即他将双臂高高的举起，然后猛地收紧背部肌肉向龙叔文砸去。
仅仅一击，奥利巴就被打倒在地。而此时，在场边观战的永次郎看出了其中的端倪。龙叔文使出的正是拔拳术，看似漏洞百出的站姿，实则结合了聚合术中的拔刀斩。原来早在对手发起攻击的瞬间，龙叔文的手刀就已经在兜里做好了反击的准备。通过扭动腰杆产生的爆发力来达到一击毙命。看着倒在地上的奥利巴，龙叔文觉得是时候该结束战斗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奥利巴突然暴起，在空中旋转两圈半后，竟然又站了起来。此时，奥利巴也明白，想要在速度上战胜龙叔文是不可能的。 于是他决定将对手带入自己的脸。龙叔文被气得青筋暴起，对着奥利巴就是一顿无情的铁拳。可面对龙叔文如加特林般的攻击，奥利巴仍旧双手插兜，摆出坤坤的姿势。他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，打出属于他的拔拳术。仅仅一击，龙叔文就被打得双眼泛白，晕死过去。场上的局势被瞬间扭转，就连一旁观战的永次郎。 都被这可怕的一击惊在了原地，然而就在奥利巴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，龙叔文又再一次的站了起来。此刻两人重新对立，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。可还未等奥利巴反应过来，龙便发起了攻击。 可就在这时，现场的观众发现，奥利巴从一开始就没有做任何防御。任凭龙叔文攻击自己，突然他一把按住了龙的脑袋。这下该轮到奥利巴反击了，他将身体完全后仰，然后猛地收紧腹部肌肉，一记凶狠的头锤直击龙的面部。这可怕的一击直接将龙的鼻骨撞裂，鲜血狂喷。可即便受到如此重击，龙叔文还是没有放弃，他再次打出一记手刀直击奥利巴的腹。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次他的手掌居然变成了无骨鸡爪。原来奥利巴为了让腹肌变得比钢铁还坚硬，他甚至每天都会徒手拉直升飞机。当他把腹肌收紧的时候，就算是芭蕾特也无法击穿。龙叔文还不死心，可仅是接触的瞬间，他的手掌就再一次被腹肌。龙叔文真男人，即便双手全都粉碎性骨，他也用断掌疯狂攻击奥利巴。然而结局往往是残酷的，随着奥利巴最后一记头锤，龙叔文也彻底的丧失了战斗的能力。 可即便是战死龙的双手也仍旧插在口袋。比赛结束后，看着躺在急救室的龙，郭海皇觉得脸面丢尽。为了能够赢下比赛，他决定剩下四场全部由他亲自出战。地表最强父子大战终于拉开序幕。四年前，刃牙第一次挑战父亲范马永次郎，可年幼时的他实在太弱，只能被父亲按在地上一顿暴揍。母亲也为了保护他被残忍的杀害。如今，刃牙的实力已经强到变态，他究竟能否打败永次郎替母亲报仇？此时，小阿里来到东京地下格斗竞技场，想要和刃牙争夺烧僵的使用权。 可突然，一道红光乍现在竞技场上，烟尘散去，范马永次郎竟出现在擂台之上。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永次郎并不是来阻止小阿里，而是希望他全力应对这场战斗。因为最终的胜者将获得挑战永次郎的机会。可话音未落，刃牙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。这将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对决。刃牙径直朝小阿里走去。 见此，小阿里挥出一记快如闪电的刺拳，却被刃牙侧身躲过，紧接着刃牙一记上勾拳，直接将小阿里打倒在地。现场的观众全都震惊了，没想到刃牙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劲。还未等小阿里反应过来，刃牙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。小阿里迅速拉开身位，可刃牙却是一脸淡然。下一秒，刃牙就一记断子绝孙脚踢爆了小阿里的晕。小阿里捂着蛋蛋不停的颤抖，可刃牙的攻击并未停止，对着小阿里的脑袋就狠狠的踩了下去。 此时，小阿里已经不省人事。随后，刃牙扒开小阿里的眼皮，没想到他竟然还活着。既然如此，刃牙也只好使出杀招。他使用裸脚将小阿里牢牢地勒住，强大的力量让刃牙的手臂青筋暴起。现场的观众全都震惊了，难道刃牙真的打算杀死小阿里吗？然而，就在这危急关头，拳王阿里及时出手救下了逆子。在看到这个传奇人物登场时，现场的观众全都沸腾了。然而，刃牙只是摸了摸受伤的脸颊。 能被传说中的拳头打中实属荣幸。看着倒在地上的小阿里，刃牙没有任何兴趣，因为这样的垃圾根本不配做他的对手。随后，刃牙转头看向看台上的永次郎。这是时隔四年第二次父子大战。 永次郎听后瞬间兴奋，随后他来到刃牙的面前。永次郎从刃牙的眼神中看出，他不再是曾经那个脆弱的小伙，而是一头完成终极进化的雄狮。永次郎终于认可了刃牙的实力。永次郎转头看向烧僵，并叮嘱他要时刻监督刃牙成长。
很快地表最强父子大战的消息就轰动了整个日本格斗界，所有人都无比期待这场旷世大战。可唯独刃牙的姐姐范马杰克听后却是愤怒不已。安努阿红们，你终于都没有弄开了。与此同时，余地独步找到刃牙，虽说两人是多年的老友，但却从未真正交过一次手。刃牙也看出了独步的来意，但他却毫不犹豫的拒绝，因为刃牙和他们的格斗理念完全不同。他学习武术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成为地表最强。夜晚东京地下格斗场内，所有武术家都齐聚此地，只为见证刃牙真正的实力。三分钟后，所有格斗家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，因为刃牙鬼脑幻想出来的对手竟然是地表最强生物范马永次郎。